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妥瑞症，有些地方叫抽动症的自然疗法。所谓妥瑞症，它是一种在儿童、小孩常发生的神经疾病，脑神经疾病。妥瑞症也叫做抽动症，它的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 tics， 它可以是声音的，也可以是动作的。那么妥瑞症这个名称呢，就是由妥瑞这个人最先提出报告。根据症状呢，可以分为声音、动作跟两者混合型的 tics。所谓动作型的 tics， 就是一种突然的、短暂的、没有特殊意义的、不由自主的、用意志力也没有办法阻止的动作，好像眨眼啊、装鬼脸啊、耸肩、伸舌头、挥舞上肢、下肢、乱动、抽动鼻子、摇头晃脑、紧缩对肚皮、手指移动、跺脚，整个人上上下下跳个不停，严重的呢，甚至不停的扭动四肢跟躯干，导致没有办法正常上学、进食、如厕。至于声音型的 text 呢，就好像是清喉咙啊、咳嗽、吐口水、发出尖叫声、发出狗叫声以及其他种种声音，也有骂粗口、骂人，或者听到鸟、狗、猫等等动作以后呢，就会随着学习改变叫声。这个是一个动作型的妥瑞症，它本来是好好的，大家看这个 3D 立体脑波并没有异常脑波，可是呢，忽然间出现的这个异常脑波，它就左右晃动，那么中间停了一下，因为没有异常脑波，然后又有异常脑波。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动作型的妥瑞症。大家看看刚才他摇晃了一下，这个看这个头摇晃一下，因为右往右边，因为这个右边好有一个异常脑波啊，左边有一个异常脑波。那么后来呢，他摇两边，因为两边都有异常脑波的发生，所以要诊断啊，你看这边有异常脑波嘛，所以要诊断妥瑞症一定要做脑波，同时是做 3D 立体脑波。这个小朋友他的异常脑波非常的多，可是他不吵不闹，个性也很好，只是在一直在晃动而已，不会吵闹到人。像这种脑波都是异常的。那么也有一点是这个是异常的，那么是这个也是异常的，这个是正常的。当他脑波正常的时候，你看他就没有身体没有在动嘛。不是吗？可是呢，当这个异常脑波发生的时候，刚才身体就在动了。这个是一种声音跟动作混合型的，他常常狂叫，看这个脑波这么异常。这个不是妥瑞症，不要误会了哈，这个是舞蹈症。舞蹈症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这个也不是妥瑞，它是巴金森啊，巴金森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这个是不是也不这个也不是妥瑞，这个是癫痫。他正在做检测的时候呢，忽然就出现异常脑波，所以他就是失去意识。你看这个异常脑波，他休息了一下下，等下又发生第二次，发生第二次的癫痫，你看脑波又出来了，所以说异常脑波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几乎所有的神经精神性疾病都跟脑波的异常有关。我们来看看这几种
动作型的这个脑神经疾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发作时清醒的是妥瑞症、巴金森氏症、舞蹈症。不过有很多舞蹈症初期呢会被人误以为是妥瑞症，这个要非常注意。还有发作时候失去意识的是癫痫，不管时间的长久，失去意识我们就称之为癫痫，妥瑞症都是清醒的。对一个父母亲来讲呢，家里有一个妥瑞症的小孩子是非常伤心、痛苦、无奈，甚至感到绝望的。因为小孩子本来好好的，怎么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动作跟发出声音呢？不但有可能会被老师点名，被同学排斥，甚至，如果发出声音还会干扰到同学的学习。所以有人甚至把这个戴了一种灭音口罩，被要求戴灭音口罩，不要吵到人。如果你把小孩子带到去给医师看，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些让你很失望的一个答案。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妥瑞症原因不明，可能跟家族有关，第二呢，发生了也没药好吃，可能最多开点 B6 啊维他命给你。还有会告诉你说呢，这些妥瑞症，它会好就好，不会好就不会好，没有方法可以治疗。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自己慢慢好，会消失，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会持续到老都是妥瑞症。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发生，若存若续，最后呢演变成神经精神疾病的比例非常的高。这个妥瑞症我们这种叫做单纯的，没有其他的，叫做单纯的妥瑞症。可是呢也有很多的人是并发过注意力不集中啊，过动啊，强迫症啊，各种行为不良，如果集中起来呢就会变成一种可能有各种这个精神神经异常的这个疾病。小孩子的脑神经精神疾病尤其是妥瑞过动等等，如果没有治疗好，很可能就会变成成人的这个精神疾病。虽然并没有文献来统计过说妥瑞症长大以后有多少人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疾病，不过我们感觉上问了一些成人的这个病史以后呢，发现他小时候很多都有妥瑞症。那我们做中道自然医学，就是不开药的医学嘛，我们叫自然医学。我们对妥瑞症的理解又是怎么样呢？我个人根据我们这个十多年来的这个治疗妥瑞症的经验，我认为妥瑞症是一种属于外胚层过敏的疾病，它跟皮肤过敏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疗法来治愈的，同时治愈率可以超过 99%。 什么叫做外胚层过敏性疾病呢？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常见的，就是妥瑞，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等等。那么这三种最常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皮肤疹子发现发作的非常严重者，小朋友很少发现他们有精神神经疾病的，因为他们的毒都在皮肤发出来了嘛，像这个小朋友情绪精神都非常的好，他治疗前治疗后是这样。也就是说皮肤的异位性皮肤炎都可以非常简单的治疗好呢，不用任何药物，尤其是不用类固醇可以治好。那么脑神经当然也是可以治好了，因为他们来自同样一个胚层嘛。这是一个过敏的疾病，可是呢它被医学中心当成是自体免疫疾病，治疗了三年都没有好。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跟他抽血检查，
发现哇，原来他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都过敏，好，就是我们叫五灯奖，前面五种都不能吃。那么他就是我们验血抽血检查嘛，发现他有 IgG 抗体，他 IgE 是正常的哦。所以如果你有，因为 IgG 大概占 80% 以上、哦、IgE 正常不表示他不会过敏，因为他是 IgG 过敏嘛，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制造出 IgG 抗体啊，所以它是中度、中度、轻度、哦、这个牛奶蛋、哦、很多都是重度。那么他只能够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食物来吃，吃这些正常的东西，经过治疗后35天就变正常了，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自体免疫疾病，他是过敏。他的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他服用了3年的类固醇奎宁 MTX、啊、免疫抑制剂 Cyclosporin，我们让它停掉，用这种自然疗法，就35天就好起来了。什么叫做外胚层呢？我们来看，人在胚胎发育的时候一些情况，这个是妈妈的子宫、卵巢，这个是卵巢、子宫、输卵管、受精在这边发生。这个是精子，这个是卵子，卵子精子碰到了，其中有一只精子就穿透了卵子，完成这个受精，得到冠军的精子，那么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胚胎，35天是这样，42天变成这样，这是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在几天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这种外中内胚层，这个是胚胎，胚胎很小的时候就形成外中内胚层，这个外胚层呢会凹下来，演变成外面是皮肤，里面是神经。我们来看这个我示范的图，这个是外胚层，外胚层呢这样凹下来，外面变成皮肤，里面呢就变成神经管，以后就发展成这个大脑、小脑、中脑、眼脑、脊椎神经，这个就是外胚层。所以外胚层凹下来就变成这个神经。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他的病，他的没有发在皮肤，就发在神经。所以有很多这个皮肤过敏很严重的，反而脑神经没有怎么样，大部分妥瑞症的小朋友过敏的状况都不是很严重。我们来看看一下肠漏、脑漏 Leaky Gut Syndrome 跟 Leaky Brain 是怎么一回事呢？像这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妥瑞症妥瑞症，我们帮他抽血检查，发现他是牛奶蛋、小麦、黄豆、花生，很多过敏，腰果全部都过敏。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这些东西过敏呢，可能会发生在很多地方。这个是肠胃道，小肠里面有很多的黏膜、绒毛，这个小肠里面呢，这个是大的，是食物里面的蛋白质，蛋白质一定要变成氨基酸才能够跑到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够跑到身体里面。这个是蛋白质要变成氨基酸，如果我们身体有肠漏了、比方说脂肪吃不够啦，抗生素吃太多啦，类固醇吃太多啦，这个细胞膜被破坏了，破坏以后呢就会产生肠漏，过敏原就会跑过来，正常是这样。这个是正常的肠漏、这个不正常的话呢，过敏原就跑过来了，跑过来以后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对它产生一种
对抗的行为，甚至产生了抗体，把这个抗体呢佩戴在这个 mast cell 肥大细胞上面，就引发了战争。这个前面的是第一型反应，现在这个叫第三型免疫反应。有这种两种免疫反应呢，就是我们对抗外面的这个过敏原的战争。这个是血管，血管里面有红血球，过敏原跑过来以后呢，白血球就追过来了。就好像你家里来了坏人，你跟坏人打了起来，在客厅打，客厅就打坏了，在电脑室打，电脑就打坏了。所以呢，像这一个人，他如果是过敏的话，吃了不该，他也是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然后过敏原就跑到他这个脚部，产生了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长水泡，我们叫做汗疱疹，汗疱疹也是过敏的一种。经过我们的治疗呢，半年多就变正常了，非常非常的正常，本来是一直流血一直痒。这个是脑漏，过敏原透过血脑障壁跑过来，跑呢跑到脑里面，跑到脑里面呢，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也就进来了，再开始产生一个战争，这个我们叫做巨噬细胞。我们的脑神经被受到破坏，过敏原在里面发生这个战争，跟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是我们的巨噬细胞，我们叫 macrophage， 它就好像我们的军队一样，军队是不会跑到总统府里面去的，可是呢，今天过敏原跑到脑里面，就好像是坏人跑到总统府里面，这个政报部队呢，军队也跑到总统府里面去了，跟这个坏人打起来乒乒乓乓的打起来，这个榴弹呢就把这些正常的脑细胞都搞受伤了，甚至有些脑细胞会萎缩会死亡的这个脑细胞也有可能死亡的好，那么刚好妥瑞症的小朋友呢，他们都是跑到这里，我们讲 voluntary motor function， 就是管我们的脑的那个髓液基的脑管身体的这个髓液基的脑，这里的脑细胞呢受伤，受伤以后呢，脑细胞就喊救命救命救命，我们讲脑细胞在痒了这个脑细胞在喊救命，放出这个高频的救命脑波，13赫兹以上的这个脑波呢放出来，刚好就是在这边放出来的，在这边放出来的它就是眨眼，这边放出来就吐舌头，这边放出来就声音在这里管这个手脚的就手脚在抖动这样，所以有些人手脚抖动也眨眼也伸舌头也有发出声音，就是整个脑都在发炎嘛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说像这个小朋友他本来一直在眨眼的眨眼的眨眼的，那么经过我们的治疗呢，就是阻断那些牛奶蛋啊小麦啊黄豆过敏原然后给他吃一些修补脑神经用的这个原料，他这个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好起来了，就不再人就不再有异常的动作这个是也是一个妥瑞症，不过他是呻吟型的发出声音，他经常在狂叫发出有很异常的脑波在狂叫，你看这个脑波非常强这个脑波很异常，那么我们就给他做脑波的时候呢，发现他没有看到一小片好的脑波，几乎全部都是异常的。后来我们请他到附近的一个保健馆去体验一种水电解氢氧气来吸入，吸入以后呢，经过一个小时再回到诊所来检测，我们发现他5月10号12点5月10号2点前后的脑波完全不一样，他的这个症状呢也都消失了在一个小时之后就消失，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他脑里面的酸跟自由基排掉的结果。他第二次来呢就是这样，我们看他的这个过这个异常脑波少很多了、哦、也不再发出声音了、哦、不再发出声音。那么第三次呢、哦、几个月后就完全正常了、哦、就不再发出声音了。我们的一个治疗原则就是要提供我们的身体一种细胞的原料，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有能力可以恢复自我疗愈能力，不是用药物，是用一种恢复自我的免疫能力的方式来去治疗。所以我们只要有提供良好的细胞原料，脑神经是可以自己修复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提供的呢主要就是必需脂肪酸 Omega 369、哦、让这个失衡的这个、哦、身体免疫系统恢复平衡。因为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表面呢表皮都是两层都是脂肪酸构成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脑神经是怎么样的修复呢？我们的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会放电，放电的总和呢，测量出来就是脑波。这个脑神经细胞如果缺氧，脑神经细胞3分钟后就死掉了，啊，人也就死亡了。那如果是缺油脂的话，或者是细胞自由基过多过酸，脑神经细胞也会萎缩，没有办法修复。这个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脑神经细胞是150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脑细胞有 60% 是油脂构成的，尤其是这个脑神经细胞负责传导的，有90%这个髓鞘 myelin 是油。如果我们的油脂吃不够的话呢，就会神经传导异常。神经传导异常，我们正常传导是这样，如果神经细胞膜破损，如果没有原料可以修补的话呢，就会产生疤痕。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神经疾病的一个成因。这个是马达线圈，这个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也是一条一条的，里面有很多神经、哦、这个是我们的人的脑，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神经细胞自己不会吃东西，它都是靠这个星状细胞，一个手一个嘴巴一个吸盘吸在这个血管上面，由血管吸起这个营养。这个星状细胞附在血管上面，嘴巴开口的地方我们叫做血脑障壁。这个血脑障壁很重要，如果破掉以后呢，过敏原就会由这边跑过来。那么我们这个神经细胞它就是靠这个星状细胞喂养它的。星状细胞嘴巴开口的地方呢，我们叫做血脑障壁，这个过敏原可以由这边跑进来，如果破坏的话，营养也会由这边跑进来。我们脑神经里面呢还有一种细胞叫做寡突细胞，它是专门负责修补神经的，就好像我们请来的 水电匠帮忙我们修理、哦、破坏的这个被破坏的一些、哦、设施。这个是微胶细胞，它是一个清洁工，它会帮我们清扫脑神经神经系统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啊、哦，然后把它排到这个啊、淋巴啦啊、这个静脉里面，所以让我们的神经这个本来有肠漏、肺漏、脑漏的哈、哦，修补成用好的原料修补成没有漏了啊、哦，没有漏了。所以呢，我们治疗妥瑞的这个成效呢，效果可以达到99%。不过首先要排除掉是不是有基因缺损或者先天性脑伤，
比方说杭定顿舞蹈症，或者是这个脑性麻痹等等，它不是妥瑞症，所以不能说它是妥瑞症。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治疗成功呢？因为第一点，我们阻断脑神经受到这个过敏原的攻击，就好像你把这个家里门修好，让坏人进不来这样的意思。还有就是修补肠肺脑络，提供完整的细胞原料，还有用必需脂肪酸修补已经受损的脑神经细胞。那么有一些小朋友很喜欢吃糖，其实哈，甜食葡萄糖果糖它是妥瑞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发原因，所以尽量要少吃糖。还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生酮饮食。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排掉脑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脑细胞到底有没有酸呢？有没有自由基呢？验尿就知道。看你尿里面如果没有酸，就表示你脑细胞酸中毒了。尿的酸碱值应该是要5的。所以我们是认为说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像这一位小朋友，他也是很严重的妥瑞症。他这个11月29号到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的尿是 7， 表示他的这个尿正常是应该 5， 他是 7， 结果他去外面的一个保健馆体验这个氢回来以后呢，他的尿就变成 5.5， 就表示酸排出来了，尿里面出现酸了嘛，脑细胞就不再酸了。他自由基也是一样，本来尿里面没有自由基的，就好像垃圾桶没有垃圾，哇，忽然间脑里面的垃圾都跑到这个垃圾桶里面来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妥瑞症的症状呢，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好，有些人以为妥瑞症是遗传性疾病，其实我们只能说它跟父母的体质有关，它不是一种基因遗传。因为我们发现如果父母有来的话，有来一起来看诊的话，我们会发现父亲或者母亲一方，大概有一半的人小朋友他们的父母亲都有妥瑞症，不管是现在还是小时候。还有就是发现说，小孩如果爸爸有妥瑞症，小孩子长得很像爸爸的，那么妥瑞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样妈妈也一样。还有就是说，它不见得是遗传，跟体质跟家庭饮食方式很有关。还有父母亲都很喜欢吃甜食的，妥瑞症的发生比例好像比较高。还有就是必需脂肪酸缺乏，因为有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认为要健康就是要少糖少油少盐，少糖当然对了，可是油脂不吃就会百病丛生了，所以我们是用油脂好油来治病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妥瑞症它是后天的因素居多，它不是先天的疾病。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先天后天呢？这个是脑胚胎的一个发育的时辰，25天的时候脑是这样，胚胎是这样，九个月的时候就成熟了。这个是在子宫里面发生的疾病，我们叫先天疾病。剪断脐带以后呢发生的疾病，我们叫做后天性疾病。妥瑞症我们是把它列为后天的，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没有治好呢，很多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疾病，甚至妥瑞症没有治好也有可能会蔓延出去，变成其他部位的脑细胞过敏，变成强迫症啊、过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控制不良，甚至引起这个所有综合性的结果，就会变成一种精神疾病的异常。甚至照大人前面讲过，也会有可能变成大人精神疾病、神经疾病的比例比较高。我们也碰到一些叫做顽固性妥瑞症。什么叫顽固性妥瑞症呢？我的定义就是说，如果我们
阻隔过敏炎、啊、修补肠漏、肺漏、脑漏、啊、还有把自由基都跟酸都排掉，如果还没有效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列为这个顽固型妥瑞症。那么在你讲到顽固型妥瑞症之前呢，你要先做一些基因检测，看它是不是有基因的缺损，或者是它是先天性的脑伤，比方说出生的时候脑受伤了，缺氧啊等等，我们叫脑性麻痹，那个不是妥瑞症，要搞清楚这样。还有很可能这些小孩子他对葡萄糖的反应过大，就是要进食甜食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叫间歇性的断糖饮食，就是完全不吃葡萄糖。还有就是要用这个甜菊取代蔗糖果糖，如果小孩子他非吃糖不可，那么你就是用甜菊嘛。那因为甜菊它是一种全世界用的最广的一个代糖，它没有致癌作用，它也没有任何副作用，它是甜菊这个植物里面萃取出来的一个结晶粉末，它的甜度呢有蔗糖的1/300，对不起，它的甜度有蔗糖的300倍，它的热量是蔗糖的1/300，所以它可以取代这个糖。还有就是要强烈排除细胞里面的这个酸跟自由基。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叫做葡萄糖使用过量呢？这个健康的人做脑部的正子扫描的时候，他脑细胞是这样的。所谓正子扫描，就是注射葡萄糖同位素进去，这个葡萄糖同位素就摄取很多，这个就正常，它摄取的很少。那么这个是叫做潜在异常，发病的人比方说妥瑞啊、过动啊、癫痫啊、躁症啊、精神分裂啊等等，他们都有呈现这个葡萄糖摄取过量的一种 PET。 可是做这一个会吃到一些副射线，我们不大建议人去做，用想象的就知道了。所以凡是癫痫啊，像这些过度放电的几乎都跟葡萄糖有关。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过量摄取葡萄糖的时候呢，尤其是妥瑞症，你先试试看不要给他吃甜食，他可能就和缓下来很多。那么 不吃甜食能量怎么办呢？能量就是来自好油嘛，这个好油呢它经过肝脏可以分解成铜，这个铜很大，它要分解成4个碳的铜，葡萄糖是6碳糖，它可以轻易的进入细胞里面。我们的细胞对于这个很大分子的超过10个分子的这个脂肪酸啊或者这个糖类，它没有办法利用，要把它切成铜，所以叫生酮饮食。好，那这个就是讲长糖生酮、低糖生酮、断糖生酮。如果是急重性的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就要试试看这个断糖生酮。那一般人只要减低糖的摄取量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妥瑞症的一个分享。谢谢。